说到 Aston Martin， 就想起了007的电影，就会浮现出电影人 Sean Connery， 还有 Roger Moore， 还有 Pierce Brosnan 电影情节的画面。英国的天气不是怎么好，因为常常起雾，常常是阴天，所以敞篷车大受欢迎，因为那是一种期待的天气，期待着接近大自然充满生命能量的人。